大家看得到我吗？有网络不好。Hello。没有画面。那现在有卡吗？大家是听得到吗？大家看得到画面吗？不会还看不到吧？没卡顺了 ，OK。那听声音可以吧？但只是。Hello， 请问顺了吗？因为刚刚一开始是显示网络不卡，因为不顺，因为我忘记换网络，所以我刚刚换了一下，顺了 ，OK。OK，Hello， 晚安。跟你今天的发质，今天的发质，我好久没化妆，我化妆就是上次直播。哎，没有，我礼拜天有化妆。就觉得最近因为疫情待在家里，就一直都没怎么化妆，很不习惯自己现在化妆，已经习惯素颜的我了。然后现在就是微微化了一些，还是有点不习惯，太习惯素颜的我。对，我只有直播才化，然后如果礼拜天有回那个奶奶家的话，就会化，应该也不算，就微微的化了一点。对，现在几乎都不化妆，刚好皮肤真的有变好。大家这礼拜过得如何呢？放暑假了，我这个礼拜过得非常的快乐。子萱慢慢习惯，慢慢让我们习惯素颜的。哎，没有，有什么成员在让大家慢慢习惯吗？素颜的他，太忙工作不太好，没事。我今天一样就是聊聊天，聊聊最近在做什么。Hello， 暑假很颓废。真的，一件事，一次小化一个地方吗？这样太猛了。不用，我还是可以化妆。Hello。我怎么感觉今天的画质不太好？大小眼，我没有什么大小眼 ，OK。感觉今天比较雾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没关系。对啊，可是我刚刚其实擦过镜头了，就觉得雾雾的。光线的原因。我刚刚已经擦过镜头。厨房有冒烟没有？没有冒烟，没有的啊。好，我晚点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。好，对我而言的好消息。这样朦胧感是吗？难得一个礼拜朦胧一次。然后镜头，哎呀，笑笑还是那么会说话呢。历史相关，应该也算有相关。我的笑容已经下不去了。我们先聊聊这礼拜吧，大家这礼拜做了什么？跟我分享。对了，成绩出来，好了，都说了嘛。好了，那我先来跟大家说，就是我今天下午查了成绩，其实我不知道可以查成绩，是我朋友说，呀，他 OPA， 然后就，哦，真的吗？然后我就
查了一下我成绩，我也欧趴，我也欧趴，而且我历史分数还不错，耶、yeah ，对，欧趴。欧趴，不是不是，就是有 pass， 不是目标只在欧趴，这种感觉不一样。这一代简直跟我预测的一样了，有过什么九代，是为什么那么震惊？有过的。我要去关心关心韩寒，我等一下来关心他，我都忘记关心了，都觉得子萱欧巴是吧，大家？韩哦，韩寒是化学不好，我早在去年你就说过你很欧巴，好的。谢谢大家相信子萱的脑袋。还是会担心，其实我有点担心，就是我原本是担心我的历史，结果历史还行嘛，就是成绩还 OK， 预想之外。我不知道韩寒什么比较不好啊，对，今天两只熊熊，这一只跟这一只。我相信布丁一定也欧巴。认真去关心一下高中这个，可是我觉得这次的暑休感觉比较麻烦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虽然我不是 很清楚到底那个暑休的模式是什么，应该是对，我也猜是远距，还蛮麻烦。对对对对对，有，我知道，我看布丁在读书，常常都在看，看他都在读书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真的很雾哎，今天哦，会不会是这个、啊？我的电脑的原因？哎，好像不是。算了，就让它雾吧。十二小时，哇！我要学习学习。我刚刚已经擦过很多次了，哇，不能认真啊，我也要认真。我这礼拜真的蛮混的，我这礼拜有追啊，我先跟你们分享我这礼拜吧。我这礼拜在追剧，然后追了蛮多部剧的，然后有看一部韩剧，叫做，我觉得很好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叫做那个五月的青春，我觉得蛮好看，很多部分，因为我追剧很快，我就是一两天就可以追完一部的那种，有时候会看太晚，忘记睡觉，没有看过吗？Hello， 有人看过吗？五月播出，对，好像是五月播出的，但我不是很确定什么时候播。我觉得那部很好看，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那部真的是哭到不行，跳着看啊，对，我应该不算，对啦，就是会快转那种，我不是很认真看，可是五月的青春是认真看，因为我喜欢看那种就是甜宠剧啊，那种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剧情，就是很甜。然后我就会想看我想看的甜的部分，可是那个不是那个跳着看，就是五月青春，我没有什么跳，那个上班看，那部我觉得很好看。好，我不要
不要太期待，好像我觉得好看，大家都觉得很普通。那部是比较算是有剧情的，我觉得他们是在描述韩国的嘛，韩国戒严时期的那一段经历啊，微微的爱情，淡淡情绪。哦，我看那个真的是哭到太超惨，哭的超惨的历史剧，对，应该算历史剧，也不太算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蛮好看的。我那一部真的是哭得太惨了，我好像从第三集，因为其实哎，说实在，其实我原本以为那一部是一个很甜、很校园、很快乐的一部剧，因为听名字嘛，《五月的青春》。然后我是看到简介，就是一个小影片，然后再介绍前两集这部的前两集就是蛮甜的感觉，有种哦我会喜欢的那种类型的那个剧情。如果以后看出观众一样就可以打哦，应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，那比较不是历史剧吧？对，前两集就是我会喜欢的那种，然后后面就是开始认真起来的感觉，但是我还是会想继续看下去，就是比较不是甜甜，但是还是有甜甜的部分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如果有时间。五月的青春那部真的是让我哭得好惨，我从第三集到最后我就是一直在哭，然后我哭到就是那一天我很从早上看到晚上，然后我哭到眼睛是肿，就是变单眼皮，好像都差不多，应该是，我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种，你们可以先看看简介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看。对，我今天没有追剧，我会克制，因为我今天有追剧，我今天是看很甜很甜的剧。我看完那一部就觉得好沉重啊，我真的觉得超沉重，我就不行，我一定要看一些很快乐的剧，然后我就开始看了一些快乐的剧。真的要准备好卫生纸，虽然因为我哭点本来就比较低，但是我真的哭得很惨很惨，真的是一直在流眼泪，我都没有感受过，这是应该是我哭最惨的一次，就是哇不没办法停，只先看我就看好的呢，靠伞不太敢看，还是哎，有时候我会蛮喜欢看一些催泪的剧，不觉得就是可以哭一哭，顺便发泄一下心情，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是哭一哭就好了。原来是看甜甜剧长的，没关系。我真的超爱看那种很甜的剧，整天想那个在幻想里面度过。看完讲哦，我吃不了，我不想要，我不想交心的。我今天不是看日剧，我是看陆剧是真的甜，但是就是不能这样说，就是我看的比较没有那么有剧情。哦，是说口上哦。Hello， 任品君。哦，是看哦，是说口上。我以为贤仔在说我，我以为你贤仔你在说我看完要交心的，我想说我要交心的，太累了。礼拜天以前交。哇，扣上，加油！我来，就想啊，跟你说任品君，我就是。好像前两天，然后再看这首歌《服装一万斤》长大的他们唱的，然后我不知道在 YouTube 上看到，然后有配合一点点那个剧情，我真的看到哭了。那个应该也不算 MV， 就是那个唱这首歌，你可以查查看《服装一万斤》长大，然后就会有那个有电影版的那个。对，我真的看到哭了。对对对，混剪版的。我那个时候想说，因为我在看那个就是那个少年 On Fire 的那个第一季的那个未播出版，所以我看过一次，想说再看一次。然后呢，我再看一次，想说那我再把每一首歌再重看一次。结果
我就看到哭了，太难过。大家也可以去看，他们唱得很好，然后加上看到那些剧情，真的会忍不住会想流泪。对对对，小丁跟小宋看那个电影看到哭，我觉得很难过，超难过的啊！就去把电影看完了。我其实也想看，但是我有点害怕，因为我觉得有点太可怜了。电影真的很，我感觉到我看那个片段都哭了，觉得看完那部剧会有害怕，不敢一个人走。噔噔噔，我之前看那个一个韩剧，什么只剩这个暑假打算怎么过，就是 我是前一个礼拜我爸爸让我说就是可以放松一个礼拜，所以我前一个礼拜就是可以放松的，所以我才这么放纵。然后我真的会害怕追剧，没有追剧两个，没那么夸张。然后一个礼拜后就要开始用功，一个礼拜之后怎么办？就是读书写作业也是可以放松，就是没有像一个礼拜这样那么放松。完全没有，我也会写，我就要开始写了。会的，大家，你们是我的老师哦，老师们好。我之前看 Hello 阿贤，我之前看一个韩剧叫《大力女子陆凤顺》，然后就有那些就是有点恐怖的画面，然后我就是很怕一个人只要晚上走就会很害怕。不知道大家懂不懂，就是看到那个剧情，然后就不太敢一个人自己走回家，太恐怖了。有，我有看下去，但是真的很恐怖。对，我也觉得不很好看。我觉得我是那种很容易带入的那种人，就是所以我才会那么容易哭吧，可能我也比较感性，也很容易带入，所以就整个很投入在那个剧情里面，然后就觉得好恐怖。看完对就是想东想西，就天哪，在那种暗暗的地方就好恐怖，所以我都不喜欢晚上，再加上我也怕黑。对，韩国真的会很害怕，真的，因为就是其实这种事情还是应该还是会发生，只是，哎，希望不要发生，太恐怖了。越贴近。真的看返校哦，返校是电影吗？很恐怖的那种吗？会比较怕之后就还会免疫吗？我朋友刚刚现在在传讯息，他在推荐那个剧给我，真的很恐怖哦。返校是台湾的电影，我不要看，我不要看。我妈妈最近也在看一部韩国的电影，好像也是惊悚。对，安妮说，你没看，不要看，好恐怖那种，我不想看恐怖了，我还是看这种甜甜的爱情剧好了，让自己快乐一点。游戏改编的。返校我真的听过，但是我没有真正了解。哦，还愿我知道，哦，我知道。等我同学国家会感谢什么意思？
感谢我？为什么？晚安。哦，还有半，真的哦？哦，真的，我知道我同学，这是不是几年前的还愿？我记得我国中，好像是国中的时候，有的同学在玩。那个时候我们在看一下，哦哦，戒烟哦，是哦，也是戒烟，刚好那一部剧也是戒烟。好，我记得那个有一个同学，两年前，对，我记得是国三，可是两年前，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国三，然后留晚自习的时候，然后有同学在玩，太恐怖了，晚自习玩那种东西，然后啊不是玩，是看那个影片。简介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很多 YouTuber 然后都有拍？哦，好像是，我记得是恐怖的。我记得他们有说什么电梯，我有点忘记了。然后我就叫他们远离开我，不要靠近，太恐怖了。然后他们就很喜欢，就是因为我会害怕嘛，他们就很喜欢拿那种影片然后过来找我，我就会受不了。我也没办法看那种东西，网上哦不嗨，我就去自习室读书了。对，我叫他离开，远离我，不要靠近。改名，原来是这样。对，就是看哦，还好吗？不好，那种东西不要看比较好。日本是有。哦，扣场玩过，天哪！我不要看那种东西，不要乱看，我们乖乖的看那种爱情片就好。看一些让人快乐的事情的剧，我没有要玩，绝对不可能的事情，不用对我抱任何一点期待。前阵子我有朋友。哦，不行，不喜欢这种东西，我最讨厌那种，就是，哦，感觉会很毛，太恐怖了。对，话题到这里结束吧。很害怕，不要啊！但他讲的故事不有趣啦，不有趣，这种东西不有趣，我们保护好自己。日本游戏，那个哦，我不想要看。嗯，我也是比较喜欢玩一些让人快乐的游戏，但我现在都没在玩游戏。我前一阵子就是一直在看综艺嘛，然后现在是在看剧。嗯，如果要玩游戏，我应该还是玩那个吃鸡。嗯。哦，相遇 MV 剧情。我又重看那个嘛，那个纪录片，然后我又再重新看一次他们那个录相遇 MV 的幕后。没有玩狼人杀，其实我蛮想玩。我之前就玩那个什么阿瓦隆，什么有点忘记那个名字。之前玩那个，今晚正式开始。哦，对，这个真的很，尤其是那个小马摔酒杯那个，哇，震撼到我。哦，对，这不是我的实力，我平常不会跳海的。我跳海的原因是因为我一下就是一跳伞，然后就有一对跟我跳同样的地方，他就拿到枪，我还没拿到，我只好跑，太恐怖了，他就直接要打我，我只好跳海，这不是我的问题。我也是前几天要重看，我重看他们那个 On Fire 的那个舞台。没错没错，哦，就是这里要来了，还要喝了，
哈，是哈，对，期待，是不是听说那个、啊、那个有一个是，就是他们那个综艺是不是18岁以下不能参加，所以只有3个。后天有什么打算？就10号嘛，有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，但大家应该没有兴趣。哦，3台，好，我不看。我要等10号，我等一下继续追我的剧。谢谢。你有哎、欸？有什么？怎么会没兴趣？任品君也追3代的吗？的大事啊，对对对，觉得在看啊、哦，我现在在看什么剧吗？什么哎？我有点忘记了，我的小时代吗？我忘记了，因为我刚追第3集而已。我是在网络上看，没追哦，我其实也没有追。一周看得完吗？我看得完。哎，我这个人一天可以追一部。但是我要很晚睡的话，不要很晚睡，大概2天追。觉得好有那个感觉啊！Yes， 真的，等太久了。我们从5月是不是？哦，要看完了。其实我还没有看，但是有看到一些舞台的照片，都记不住了。跳这个没有，就是好了。其实我真的忘记，我查一下。我查一下那部叫什么，可是大家应该不会有兴趣那部。我真的忘记叫啥了，会调倍数吗？等一下，你说到倍数，让我想起布丁追剧法。我们两个追剧都很夸张，布丁追剧是调倍数。然后我追剧是一直按跳。哇，没有，我要看剧，有些剧会一直跳，有些剧是会一直按回来，然后再重看，一天可以看完一部。对，我是真的一直跳。有时候，因为有时候就只想看男一跟女一的剧情。男二跟女二我就不想看，我就会跳。你是二倍哦，所以人平均是跳，你是跟布丁一样的。嗯，忘记是哪一部了。啊、哦，我的小确幸啊，我的小时代，我的小确幸。我的小确幸，我现在在看这一部。一点，等跳到，对对对，好了解我，我就是跳一跳，哎，现在怎么一回事？怎么突然说这句话？然后我看不懂，然后我就跳回去。赶时间的时候，我就是觉得没什么剧情的时候，然后就开始跳。大家不要学我，剧还是要好好看，一直倒转啊，所以是啊，扣场都看好看的剧。所以才会想倒转。我看剧也是思考他现在就是什么，跳回去发现跟我想的啊、哦，一直觉得自己漏看。那真的有漏看吗？还是其实没有？也是啊、哦，原来幻影战士也是跳着看。哎，巧了巧了。他怎么说？对对对，真的就是这样，就是突然就啊，他们怎么和好了？然后我就跳回去看。啊，原来是因为这样经过，然后就和好。因为有时候他们也没有，就是很快就和好，突然就和好。我说奇怪，为什么和好了？刚刚不是还在吵架吗？我们不是那个跳。
这就是跳着看的缺点。然后快着那个快转看，就是两倍速、几倍速看那个缺点，就是你们听到的声音就是不是他们原本的声音啊！你们不觉得他们的声音会变很怪吗？就哒哒哒就很高频，然后变得很可爱娃娃音。对对对，我就觉得声音怪怪，我就不想要调。在看布丁追剧，我觉得很好笑，但我快忍不住了，因为他那个剧就是每个人的动作都超快，给他喝水，然后就喝完。可是我不想拉哦，真的很好笑，我觉得快，对啊，加速声音不会变，为什么？哦，看哦，推理是这样，的确。我又想起那种就是很快的，就想要走路，然后一下都走到定点，那种感觉真的很好笑。十分钟啊，没有，没那么快哎，还是大概三十分钟。然后看，哦，会变得很鬼，我真的没有看倍数的。倍数没有倍数看，对对，五秒那个一直转，那就是我在看男二女二的剧情，就会这样。可是我现在我这一就是我的小确幸，这一部男二女二我也蛮喜欢，我还蛮喜欢他们那个女二，所以我都就是没怎么挑，这一部没怎么挑，就是我才刚看，但我觉得这部比上一部我看的比较还有剧情一点。我上一部看那真的太没有剧情了，我就不方便透露是哪一部，但真的很没有剧情。但是我就是因为就是知道那个男女主角就是长得很漂亮，长得还不错，然后我就想要看，但真的没有剧情。第一个哦，我应该也是又见第一个坏掉那种。你要说我们才不会，大家不会去看这种剧的啊！对对对，我就是看完那个五月的青春以后，我就觉得太让我心情太沉重了，太难过了。我先不透露，我现在不要一直说五月的青春，我会很想要剧透，大家就不会想看了。我在推荐给我妈妈看的时候，我就不小心剧透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就是很容易剧透。好容易就是没有经过脑袋就说出一些话，所以我很怕直播会说错话。他们这么凶狠，我的小啊笑笑，有趣的喜剧，对对，那个养眼的剧，但那部真的养眼，男女主角都很好看。然后再上一部哦，我是看那个一部小心剪刀。那一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，那部 ，yes， 没错，任品君，任品君真的很厉害，是厉害。我现在在努力让我朋友入坑，耶、yeah。今天是上火，对对对，其实我现在就是放上火回顾。剧反而听别人剧透会哦。哦、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我不行，我不想，我不要剧透了，我剧透会被大家说，不要再剧透了。你这几天有晚餐，他就说，好，你不要说了。八月，哎，七月生血，不是七月吗？不是七月吗？预告片也有先放，哦，是没错啊。而且我觉得五月青的青春的男女主角颜值也都很 good 的。前几天推荐给同学 rap， 对啊，不是七月吗？哦，当晚，小宋，我朋友现在是对文文比较感兴趣，加油，我会努力的。我现在就是每天在推坑，已经说哦，七月公布了吗？还没公布吧？不要骗我，等一下自己暴露出七月主题。
什么笑笑你？你的在平行时空是吗？同事说好笑，哦，浩翔的颜值真的难看，那个文文也是，我觉得真的是那个浩翔跟文文真的是颜值真的太厉害了。要学 rap， 结果在看脸，他们真的，哦，好厉害！我觉得菲菲子真的很厉害，很会选人。哦，认人的没有？哎，有，我给我朋友玩过，但是他们最会最能认出的就是小宋跟那个小张张。啊，这个真的厉害啊！知道浩翔很像哦，很像，而且浩翔这个名字其实就是那好像好像啊，就一直在听到浩翔。七月公园原本没关系，大家不要想了，希望公演赶快回来吧。拍戏吗？什么类型的？好问题，我让我认真思考。其实我也蛮想要演戏的，但是我没有学过戏剧，所以我其实还不太会。而且我最担心是背台词，因为我就是如果背台词，我就会一直在想台词，这个还要再训练。然后如果要演戏的话，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还是演这种学生类型的吧，可能比较适合。可能我现在如果演出社会的人，我觉得会没有气场，没有那个气场，是真的很难得的问卷哦，很难得问卷。然后打分认人哦，这个真的很难。一开始，可是我其实认得了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长得真的就是没有很像。有，我还是有练习。哦，对，那个浩哦，我给我妈妈认过，然后浩翔跟文文，我妈妈那个时候一直认不了，但现在认得了了。公演啊，不对，表演。都说大学生没有社会人气，真的，笑笑。背台词 OK 吗？不太 OK。好不习惯，对啊，好久没有公演了，可以去测。那是什么？对，哦，只看眼睛啊，我只会认小松，还有文文。哎，认眼睛我应该都会啦，但是鼻子、嘴巴那些的，我可能只会认小松的。演公主，演碧十年，但我可以高兴，应该高兴。说到认眼睛，爱情我们去管。对呀，你们怎么会认不出我的眼睛？而且那张照片还是我发过的，那张我真的太难过了，大家。啊，不对，那张是没发过的。那个，如果你们是说限动那张，那个还可以理解。如果是说那个例子，哎，是佳丽发的吗？佳丽那张是大家应该要会的哦。贴一下我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已经在跪，你们这边跪一个月。例子，对啊，那个大家应该要认得吧？那个是我发过的，虽然那个眼睛的确有一点点那么一点点的不像我，那一张也有点，因为那张真的蛮疯的。那张是不像，但是那张我发过，那张我发过文哎、欸，他前几个就 OK， 那还可以接受，情有可原，可以原谅的啦。就是我觉得还是 OK 的。限动啊、哦，没事没事，大家，没关系，那张我可以接受。如果你们没有认得的话，因为连我妈妈都说真的很不像你，但她认得出来是我，只是就真的很不像你耶。没事的，大家，这样有没有开心一点？我妈妈也不太认不太的。
OK OK， 好的，那有人平均，他们太多，好了，但是妈妈也说不太像，有兴趣，好，瞧。还是改轨，好吧，那我就不阻止大家了。大家觉得内疚的话，对，其实他们每首歌都很厉害。祝贺吧，子萱比较少跟他们合照，嗯。我很喜欢这首歌的那个小张张，就是被红线拉的那一段，我觉得哇，真的很厉害。啊，因为不喜欢那首，其他都喜欢。为什么不喜欢那首？其实那首啊，对了啦，可能没有发挥的很好。但我没有到不喜欢，我看了很感。好，懂了。可能和那个文文跟师弟不熟，撒了很远。哦，对，我知道。我其实也觉得有点，就是很好啦，就是有点那段都还好，嗯，就是撒拉嘿哟，你是美女，哎，你是什么美女，我是浪，你是哒哒哒哒哒，噔噔噔，大家有什么想要听我唱的歌吗？最近我 这几次好像都没有唱歌，我可以今天唱一首，然后练一下吉他。等等，你想做 cover 啊？不是，还没有啊。对，其实也可以做 cover， 可是我最近做 cover 的歌已经都定好了。黑眼圈，你冤情没填，没写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我说了，你要先说一下。我说不是说了吗？我跟大家说了，我欧发了。哦，那些天气，那不是都唱过了吗？大家唱过啦，唱过了。知道分数啊？分数是不会告诉大家的，大家就好好的自己想想吧。不会说的。表演身体，小身体。拿一下我的吉他，我的吉他。哎呀，有什么歌啊？其实我没有想好，我就是想说随便点，你们随便点，然后我找谱。然后来看看那首歌好不好弹。那些你努力了些什么？什么歌呢？心墙。哦，心墙。有你的快，想听全部都是，全部都是你。公演啊，那个啊，你说。我先来看看，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，我现在就带你研究。有你的快乐，我就没听过。全部都是你是那个吗？我的眼里都是你，甜甜蜜蜜 ，You know what I mean， 是这首吗？有谁站着很美？哦，这首，这首吉他比较难，我超喜欢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。等一下，我想想。大家可以多提出一些意见，然后我从中找了没有我想要唱的歌。我今天我爸爸传了一首歌给我。
一首美国的歌，好像是魔法城堡。之前听过这首歌就想唱，但是还没有唱过，还没学过，让我听听。Ring ring ring。大家知道这首歌吗？大家听听看吧。听一下，对对 ，SHE 的。我其实没听过这个版本的，对，最近很红的那个，但是我只有听过其他版本的。我们听一下 SHE 的版本。就是他们的。好，好的，我知道这首了。我们听，哎，对，我们冲的是同一片网。对，这首歌又红起来了。我也是听了，然后来查查，因为觉得这首歌好好听，然后我就查啊，原来是 HSE 的歌。同一片我 ，yes， 没有错。我其实不知道是谁唱红的，但是就是知道这首歌。我们来试试看。
我也没弹过啊，让我给我点时间学。卡了，别卡好吧，运用卡的时间我来学一下。重新进来了，是卡了吗？刚刚卡了一下，好，现在没事，卡到，不好意思大家，网络不好。想听黄昏。完整版的，好的，我思考。第一次听原唱《黄昏谷》，真的假的？听到哭了，哇！任品君也是很感性的人嘛，嗯，听音乐听到哭，是不是有心事啊？小天后
看高中生心情就好。我就是高中生，我是高一要升高二的学生，还是年轻的学生，找到感觉啊？有的，我刚刚已经弹完了，可是还是有点不顺。大兵还得高中生，这个我没有听过，但都喜欢，都喜欢，真的吗？高中生，好，我好害怕，以后我变大学生，我就不是高中生，都好听，真的吗？像我朋友就比较喜欢听我唱英文，他说那个 Love You 3000是封神，就是他觉得那首歌是我唱的最好听的一首。他很喜欢我唱的那首歌，因为我发之前，我就先问一下我朋友说，你觉得这次唱的如何？如果他们觉得不好听，我就不会发。然后他就很喜欢我唱那个 Love You 3000。好像一首歌的歌词，嘿，说不出来，这好像一首歌哦，是哪一首歌？比较小单纯的喜欢的，好的，唱的真的吗？有原唱的 feel， 哇，谢谢大家给我高价评断。你朋友很严格的话，确实有几首就没有发了，但是他没有很严格，就是可能真的没很好听，他不是说难听，就是他觉得可以更好，我就哦好，那我就不发之后再练练，再发给大家啊！高度评价，对不起，高价评，高度评价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很耳熟？但是我是没办法想出是什么歌，是哪一首歌啊？对，这个旋律。像他 TA 这什么歌啊？我查一下，我刚刚随便弹，然后就弹出这个旋律，哎，这真的很，我查一下，这什么歌啊 ？TA， 这什么歌 ？TA， 哦对哦对耶，哇，完全就是这首歌的旋律。对，就是这首歌啊！哦，我之前是不是有唱过这首歌？哇，好厉害！我刚刚随便唱一唱，就是不，随便弹一弹，就这首歌。哇，所以其实我可以，我也可以做出来。
在一个调。想都没想到，我竟然可以弹出一首歌。你们听得到我家人楼上的声音吗？听得到我就叫他们小声一点。你们听得到吗？没有，好 ，OK，OK。Okay. Okay.我就觉得很快很开心，真的真的让我发觉到他们最近不是那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是吗？然后我也想要唱这首歌，我等一下来试试看，听不到这哦，有人在讲话 ，OK OK， 那就好。他站在地球地球地球。歌词，哒哒哒，我现在还没有练很好，我发现我没有办法，就是这么断音的时候，然后唱，我必须这种很平均的我才唱得出来。
什么、啊，就是这个断音嘛，就是有点，就是不是这么平均。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唱，我如果要这么断的话，我就唱不出来啊！加油。他站在地球里一段看月亮，他躺在半里海的小山羊，我是我看过的海，越过山脉却也只能向往。我成功了。他说你喜欢去今天一段成功的，加油！我是继续试试。他站在地球里一段看月亮，他躺在半里海的小晒太阳，我是我看过的海，越过山海却也只能向往。他说你喜欢去到遥远的地方，他说没关系。我成功了，天哪，耶、我挑战了不会的东西了，耶、成功，继续练就可以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在教我妈妈弹钢琴，最近在教我妈妈弹钢琴。哎，他没有学过钢琴。只需要进化，没错，经过刚刚的那一个尝试，我要继续练才会进化。我现在只是碰巧。他是被我逼的练，我就想说让妈妈学会一首歌，然后我就教他小星星，就是两只手搭配的，因为我妈妈其实真的完全不会就是乐器，所以对他来说其实蛮难的。他站在地球里一段看月亮，他躺在半里海的小晒太阳，就是我快乐可怜什么？我在教他一个那个新的才艺耶！以后假如去到一个地方，说谁会弹钢琴，他说啊、我会弹小星星，不觉得很厉害吗？是不是？是是是。喂，免费的家教，错吧？知道会怎么很对呀、啊？看看人家扣场怎么说。还是忘记。他就是每天现在都在练的手，本来就是乐器，就是多练就会，就是看你有没有练习。
就会，再练一练就 OK 了。爱情好像流失，就是哎，怎么大家又冲进来？哼哼哼，对，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呢，我变瘦了，我变瘦了一点，耶、yeah ，太开心了，希望可以继续维持到之后，变瘦一点，就是可能心理作用，都觉得我脸变小一点，可能是心理作用啦。应该是心理作用。对大家很难受，我也觉得。其实我有发现，是这样吗？现在怎么了？现在说什么？其实哦，现在会有发现，以为换一下就可以发起来了。变瘦是坏什么坏消息？这是好消息。我知道这招没有用，没关系，不用。我其实是我应该是我心理作用，因为其实应该没有瘦多少，就我也就瘦个几公斤，其实也不会瘦到多少。没事没事，很明显，应该要变胖，你还在讲，是没错。但是我想变瘦，变瘦就会有自信，就会觉得自己比较好看，我觉得啦。而且变瘦真的会变比较好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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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会承受不住，不会的，我的颜值不会，你们不会撑不住的，就差不多这样了。虽然希望可以变更好看，这样我就变胖，不要这样，不要推肉，把它藏起来。家属的钟声，缘分的分数是我想他的书单。你想象像条红线，累走了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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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要来聊什么呀？最近有说你们最近做什么吗？是不是只有我分享？大家快说说你们最近都做了什么？大家最近都做了什么呢？快跟我分享分享分享！都在忙工作。哦，好厉害的感觉，卡丘，最好看的，我一定会再变好看一点的，希望，拜托让我再变好看一点。
可以。你看在家里哦，但细胞哦过得蛮开心的嘛。开学要考了，阿佳要开学了吗？还有一阵子吧。电影追剧，那笑笑都看什么电影？什么剧呢？手牵着手，你哭起来。日剧《老师爱恋爱》，那什么，其他的还在讲哦，都在看动画，动画什么动画？你哭起来，笑起来，都为了爱，有一天分开自嗨，找不到爱，花不开，说不白，还是更畅快，爱爱。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，哦哦哦哦，我爱哭，我在我想弹这首歌。哎呦，中川大志，我不知道是谁呢。Hello 大家好，一些哦，穿越意识哦，感觉很酷。拿个谱，喝个饮料，行。这句也有趣的，猜我比较少看动漫，我以前比较常看动漫。好难哦。
花不开，树不翻，背景乐是女孩，对，是女孩 ，yes， 没有错。我找找，我找找，我其哦剪影片很厉害哎，你们会剪影片？嗯哼哼，新歌是有点，他爆笑，天哪，太难过了吧！我找不到，我的谱都在 iPad 里面，现在没有谱。什么东西？哦，好，没事。照片，对啊，现在大家都不能出去玩，我现在也是一直在看照片，然后看以前发的文，然后让自己那个满足自己想逛街的冲动，想出去玩的欲望。我也好想出去玩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解封。已经有点，对啊，好久没，我现在我还没有用 Google Map 出国，但我之后真的忍不住有在用 Google Map， 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忍不住的阶段，还可以接受的那个阶段就先不用，我现在还有那个可以看剧来压抑想出去玩 的欲望，等之后没有剧可以看了，那再用 Google Map 出国。对啊，就看看那个，还有看看以前的照片，就是洗出来相簿的照片，我觉得也可以，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我可以顺便回忆一下之前快乐的时光。
被写入历史的。最近也在看，我也有看小时候的照片，就觉得很怀念以前快乐美好的童年，怀念以前。对啊，谁都没想过会有这件事情。哎，我吃饭。嘟嘟嘟嘟嘟啊！我想那个话题，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这疫情是我们历史。看完小时候真的，小时候真的是，我看完照片觉得我小时候好可爱。噔哒哒哒哒哒哒噔哒哒哒哒哒哒噔。现在很可爱，希望如此。好久没讲话的感觉，我觉得因为我待在家里，我平常话不是很多啊，在家里的话没有很多。那我觉得我现在一直在讲话，好不习惯。子萱啊，对，我刚想到一话，就是那个，最近不是那个国际版 TikTok 是不是在讲，就是有流行在讲那个时空穿越者，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？还是大家不知道？不知道我就尴尬了，我们就聊不聊这个话题。知道吗？是不是一个西班牙的国家的？不知道，好吧。啊，对对，时空旅人，对 ，Google 一下，好，对，就是时空旅人，没错，笑笑，好吧，没关系，看来大家很多都不知道。没事，那我们让我们再想一个话题。什么话题呢？嗯，来个快问快答，可以啊。大家有什么想问我的问题，尽管提出。我们要不要快问快答？想要问我什么问题，我都啊。OK 的我都会回答，不 OK 的我就选择性跳过。有什么想问的吗？可是我感觉不那个，这个跳过。是的，未来人，对，就是那个未来，对，到未来2027吗？还是20几的那个？叫姐姐问，为什么？哦，姐姐在楼下在那个上课。天使团，如果要提出，大家的问题都这么恐怖的吗？我也是要问关于我，哎，结果大家都问这种问题，二选一，啊，不行，不能，这种问题我是不问，最想做的事情，好，我想想，18岁以后，我顺便涂个口红，思考，涂个口红，这，哎，人口四分之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等一下哦，等它干，让我思考一下。18岁最想做的一件事，有点难哦。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在18岁做。我有在计划了，但是那不算是18岁才能做的事。18岁才能做的事，我想要做一件事，我想要在18岁做出一首特别厉害的歌，这算吗？可以啊，快问快答也可以。我以为是快问快答，不好意思。好可爱跟性感。这有点难的，我想一下，我都蛮想要的。可
可爱跟性感，我现在应该还是可爱吧，我现在还没有能力做性感可爱。你倒是，我的问题你倒是快问快句的。没有，我回答了。丑但皮肤很好，美但皮肤很差啊，美但是皮肤很差。美但是皮肤很差。啊，第一题什么？哎，那个不行。好，那个其实布丁吧，因为布丁是现实社会的人，哎，他也小宋也是现实社会的人，但是就是遥远的。你今天怎么这么美？还可以，对啊，就是我一定选美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问题？最近喜欢的英文歌，我最近就是在听那个《Love You 3000》。然后我也蛮喜欢，我之前说过嘛，我蛮喜欢那个 Peaches， 然后 Yummy， 打个气。City of Stars 嘛，是那一首，然后我那首也蛮喜欢的。还有什么吗？任你是聪明但是丑，丑但是聪明。聪明但是丑，这不是一样的问题吗？聪明但是丑，丑但是聪明但是丑，啊，很聪明很丑。等一下，我很聪明，但是很丑；我很丑，但是很丑，这不是一样吗？对啊，这不是一样吗？等一下，你看，我觉得我现在智商有问题，这两个问题不是一样吗？这样是一样对吧？还有我很紧张，我想说这不是一样，我以为我现在理解能力有问题，我不能一直在追剧。那粉粉跟哎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最怀念的食物，其实我现在我也蛮怀念那个在美国吃到一家意大利面店，是奶油的，然后有鸡肉，那家真的超好吃的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忘掉，美味。然后也是，竟是他自己，来旁边跪吧。看看是谁问的，刚刚让我来回忆一下啊，钢铁粉粉啦，钢铁粉粉，让我怀疑了一下自己呢。你可以重问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那我应该会是漂亮，但是脑袋比较普通这样子。最想去的台湾。最想去的台湾景点，现在吗？我想一下，我现在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信义区，我想去逛街。哦，我还蛮想去那个双星的那个地方，我想去拍照，或者是垦丁，我想去海边玩。543，543什么？小好的，骑机车或开车吧。什么心碎？我刚说了什么吗？对，彭文怎么了？什么都不选，什么东西？哎，我刚刚说了什么？我刚刚如果说错什么话，请大家忘记，我什么都没有说。我刚刚说了什么？
六斤跟啊鼠标，一定是鼠标的，他非常的羡慕鼠标。啊、哦，说笑笑宋智孝，两个都哦，两，我不是不选，我不是不选，是因为两个是同一个人。我小时候，我不选，我拒绝回答。应该是笑笑的，我先不考虑主人。哦，翻看狗。啊，不考虑主人吗？好，那我想，啊、我小的时候我会比较喜欢鼠标，因为我喜欢，但是可是它会长很大，我就不太喜欢大狗，柴犬吧。但是我还是喜欢鼠标，嗯。对呀、啊，我不会回答那种会有人难过的问题，毕竟我是如此的善良。怕大狗，我不是怕大狗，对对对，主人加持，没错没错，毕竟是天使 ，Yes of course， 既然都知道主人了，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了。怕大也，我觉得没有怕，只是，但是我觉得其实萨摩耶蛮可爱的，半年，对对，我也说，可是不是说赫尔是想要的吗？他不是。那个叫小宋去买，他哭我会笑，不要笑他，很可爱耶，而且感觉很乖，只是比较就是不太会握手这样子。对，期待一下小贺，毕竟他就这样睡着了。大家还没有问题要问了吗？怎么都没有要问什么问题？快问快问！今天难得机会，难得都可以让你们问问题了。直发卷发。好吧，好，我自己喜欢卷发，但是大家好像都喜欢直发。最喜欢的拍照动作，我最喜欢毕业。但是如果是要那种真的发出来的照片的话，我比较喜欢，我好像常常会这样，或是这样。啊，这个我就不回答了。那个亚叔，不回答，不回答，拒回答。还有什么？那个啊，这个我也不能回答。上火合集是不是？啊，有我播了，我有播，我有播。东姐好，你好，我有播。最喜欢的歌。好，我最喜欢应该是就是闪亮的幸运或是幸运饼干，因为是我最熟悉的歌。TV 最喜欢的人啊，就是那些我最爱的，大家都清楚，大家都懂。闪亮，对，哎，原来那个时候你就知道，跟哪个二期生最好？我不想回答这期跟制服的离开。哦，这个我想一下哦，体积也赶不及跟制服的离开。好吧，制服的离开，还记得耶？直播背景音乐风格，我喜欢很嗨的那种，就是让大家比较嗨起来，不会让我想睡觉那种歌。有刘海跟没刘海，我比较喜欢没刘海，但是我有刘海比较好看，因为刘海其实很麻烦，就是它常常会分叉或什么就不好看，然后就一直顾它，然后一直摸的话就会油掉，我就不喜欢。然后如果是
旁分，我就这样梳起来，然后我就每天这风吹过也没关系。谢谢主席，七月。啊，我自己喜欢六月，但你们会喜欢七月的。啊，哇，这么清楚啊，人品行，不错不错。出游喜欢有行程啊，我喜欢有行程，但是不会太满，就是不会，假如不会说去吃哪一家，我可能假如我那时候去韩国会定一些计划，就是说这几天内我必须吃到哪几家店，但是不会每餐都定好这样子，还是会有一些 free time。性感跟可爱，选我适合可爱，但是我。性感，我可能长大之后再尝试。就选啊，好的，旁分万岁。大家觉得，大家有其他成员聊到七月生写吗？跟可爱不是一开始，对啊，刚刚回答过。好奇子轩喜欢美国的，哦，好，这个哇，不错，这问题不错。好，我比较喜欢台湾的，其实我那个时候蛮。向往就是还蛮想尝试美国那种比较开放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其实去久之后真的会觉得台湾真的好很多，就是他们那里一直分班，就是每一堂课都是跟不同的同学，就是除非你是当地人或是在那里就早就认识的，不然你真的会感到稍微一点害怕，因为每天都就看到不同，每一节课都是不同人。而且比较难跟别人熟，虽然我那个时候就大家都还蛮照顾我，就是都跟我还蛮好的，但是我还是会有点紧张这样子，就是不会有那个最好的，但是就是大家都好。但是呢，我呢就是有遇到我最好的朋友，哈哈。对，就是大学的感觉。哦，抖音吗？你说那个吗？哒哒哒哒哒哒，那算性感吗？那算性感吗？那个还好吧。哦，任平君想出国读书啊。嗯 ，OK，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，可以帮你解答。我朋友想出国读书的都会来问我，我都变成他们的专门会解答的问题的人。背历史还是记啊？背历史，很明显呢，就是背历史难太多了。记五步没有那么难的。黑人还是白？我这个不，这个我不说，这有点重。都是哎，对，我那个美国朋友真的超漂亮的，而且很可爱，而且个性也很好，而且真的很照顾我，而且我还之前还去住他家了。耶、yeah ！办完了，办完了，我办了，我上礼拜五我办了，太快乐了。对，我就是在小宋，哎，是小宋发那天我好像办的，貌似吧，好像。啊，我办了。港对我日本朋友也是很可爱，很快乐，就是跟。恭喜我好，我很快乐。我去听他们的语音，对，不想再唱歌。哎，任平均也听。我没有每个人都听，因为我现在只有听小宋的。竟然不想再唱歌，我以为他们还会想再唱歌。有啊，我有日本朋友 ，Of course。啊，我要念榜一下，忘记人推荐贺，好的。我之后会听，我现在都在听小松，还没听完，我就没有一直听。我比较期待他们发照片，我先念榜喽，大家。好的，恭喜第十，天哪，这谁？第十名的奕晨，恭喜奕晨，你是第十名。再是第九名的钢铁粉粉，恭喜钢铁粉粉也是第九名。再来是第八名的阿佳，恭喜阿佳，你是第八名。
再来是第七名的幻影战士，恭喜幻影战士，你是第七名。再来是第六名的阿和，恭喜阿和，你是第六名。再来是第五名的沙鹿，恭喜沙鹿，你是第五名。再来是第四名的笑笑，恭喜笑笑，你是第四名。再来是第三名的贤仔，恭喜贤仔，你是第三名。然后再来是第二名的扣桑，恭喜扣桑，你是第二名。最后是今天的第一名，恭喜艾拉，你是第一名。OK， 来吧，沙鹿，沙鹿，你要什么指定动作？再看到啊，又要结束了。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，还没有，还要指定动作。甜品君还没有结束的。第五名，第五名的是沙鹿吗？沙鹿在吗？体感五分钟，这时光太快了。哦，对，这两天，哦，可爱三连拍，好的，三连拍，那我可以三个爱心拍吗？可爱三连拍，好，先一个爱心，一，好二。OK， 三连拍，再来是谁呢？再来是贤仔。撞动作没有，我刚刚没有闭眼。屁孩，我没有，哎，我好像一直都有指定动作，可能刚好，可能屁孩有。Yes， 我一直都用。啊，我第一次念的榜跟这个不一样。I say， 哎，真的耶。哦，尴尬了。旅冠第一名，那我刚刚看到什么？对不起，旅冠，旅冠也是第一名。恭喜旅冠也是第一名，没关系，那个沙鲁就没关系。那现在是笑笑笑啊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抱歉，旅冠。念榜台就，我想说我网卡吗？那先笑笑吧。哎，笑笑，还没吧？对，笑笑。那笑笑你要什么？才别，还没有到旅冠，我们先笑笑。身体，伤身体。闭眼那个，OK 吗？再来是贤仔是吧？再来是贤仔。改名事件。好的。哎，这样啊。OK， 再来是谁呢？扣上，是你，可爱，嘿嘿，毕业，那就毕业。OK。嘟嘟嘟嘟嘟嘟。
再来是谁呢？再来是艾拉。我很喜欢毕业，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毕业就会感觉很自然，就会想笑。首先可以录一个赖床仔啊，好的，等一下我要先想一下我要说什么。赖床仔，铃铃铃铃铃，赶快起床吧，赶快起床吧。现在已经几点了？大家觉得我要说现在已经几点了比较有效？现在已经12点了，这样有效吗？现在已经提供台词，对啊，提供一下台词嘛。铃铃铃铃铃，快点起床！现在都已经是上班时间了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现在已经上班时间了，8点吗？8点，所以艾拉想要8点嘛？好，那。现在已经8点了耶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你想要听比较像我刚刚那个口吻的，还是要比较可爱的？你想要哪种口吻？那就没关系。现在已经8点了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可爱的，好。现在已经8点了，你怎么还不起床？快点起床啦！好，就到这样结束。我们先啊，我找一下，我想找一下那个铃铃铃的。闹钟声，自己发吗？哎，想要我自己发是吗？演戏啊？什么演戏演上瘾了？我没有演戏，好吧，那我自己发喽。好，开始。现在已经8点。铃铃铃铃铃，你怎么还不起床啊？现在已经8点了耶，快点起床啦！好，这样可以吗，大家？我自己说的都不好意思。不用客气。再来是旅馆，铃呀铃呀铃，不想按掉，那你要多重播几次哦。你们自己剪辑，然后一直重播，一直重播，然后自己加上那种真的很洗脑的铃声，你们就会起了。不好意思，都是相遇，因为那个啊，就是各种不同相遇版本。双手，刚刚有哎，我刚刚有了，你没接到吗？太可惜了，这样子两次手抽脸，你确定哦？我刚刚已经做过了。换个，好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没关系，旅馆，你想要什么？哇哦！啊，对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，我现在开始，我记忆不好，对不起大家，大家以后可以提醒我。还有一个，我忘记换歌了。我没有腻，我不会腻的，我是不会腻的。我忘记了，好，那你要什么？啊！拧爆他！什么东西？这样。今天对啊，我也觉得今天怎么哪里不对，就没有那种面绑的 feel。这10分钟都是这种歌，哎呀，今天忘记了啦。歌曲没有换，这就是基本配备了。还是这是我不熟的歌。不是，我忘记了。你说指定动作了吗？女冠是吧？女冠。
少年时代怎么了？换了一首。对，我们还有点仪式感。他刚刚说了，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我没看到，我看一下。啊，原来是忘了放歌。哦，要求哦，拧爆五罐。这样一点都不像啊。像啊，我觉得这样比较有，这样比较有感觉。大家还是自己后期踢吧。不是，太难了。那个喝烫水的那个，微笑，好恐怖哦。我微笑着，你卡了，好，没关系，你会看重播。好的，哦，我们今天直播就要到这里结束了呢。大家快乐的时光就是过得这么的快。大家拜拜，拜拜卡丘，拜拜幻影战士，拜拜变得星星柠檬，拜拜沙鲁，拜拜亚树，拜拜贤仔。拜拜钢铁粉粉，拜拜阿和，拜拜艾拉，拜拜笑笑，拜拜阿贤，拜拜旅馆，拜拜浩逸，拜拜扣赏天仔沙鲁雷库瓦阿德亚树阿加飞高高 KX 安川卡拉卡，拜拜人平均，拜拜一晨，拜拜九蛋，拜拜浪浪屏东，拜拜大家，我们下礼拜见，拜拜，拜拜。